书里啊，这些干粮拿在路上吃啊，这大冷天的让你出去借粮，真有些不落人呐、啊。我是尉迟人，给尉迟村人办点事儿，应该。书里，天太冷，穿上吧。啊，你岁数大，走一走我就暖和了。拿上吧，走一走，你还是穿上吧，晚上冷啊，拿上拿上。啊，马车，跟上啊，跟上，走，好，关了。慢点儿。我们扎索进行的一早就要下下去了，200多里路呢，今天晚上恐怕回不来，静下坐一会儿。不麻烦了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好，我们在这儿。谢谢啊。喝点水。哎呀，你辛苦了啊你们。啊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来给其他同志倒点儿来。辛苦了啊同志们，来，慢慢吃啊。谢谢谢谢。老赵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张书记，我有困难求您帮助来了。那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大伙儿里边坐。外面来个，来走，走，跟张书记进去休息吧。树林，你回来了，你把粮食借回来了，树林回来了，树林把粮食借回来了。
你家分了多少粮？210，够吃一阵子了。你家呢？我家人多，分了400多呢，还分了10斤麦子。过年呢，有饺子吃了。这真得感谢赵伯伯。可不是吗？要不是他呀，咱一村人挨饿呢。金花，我送你件礼物。你没钱送啥礼物呢？这礼物啊，俺不要，不花钱，你拿着吧。这是画。坐这儿。你看这画画得像你吗？小事，还是有才啊，画得多像，有圣才了。哎，谁让他是张富贵的儿子？老人手中的事儿还能传给娃？我那何时有个了？那画我留下。赵书记，怎么不打个电话派人接你一下？哎呀，李书记，赵书记，这两个人也是走，一个人也是走，反正都是个走，你们何必麻烦？坐坐坐，好不容易回家看看，哎，总不在家多住两天？住了，这早就想着上来给大家碰碰头。在下面遇到一些实际问题，你又不能不解决。你瞅瞅，我瞅瞅，我瞅瞅。哎呀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套用三观排宴上的一句戏词儿，好比糖糕上面撒了胡椒面，辣不辣嘞，甜不甜？这个问题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比想象的还要严重。过了年要开全县的三干会啊，动员春耕，布置全年的任务，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然会出大事情。好的。另外你看这个县委啊，就这个尉迟提出的三条决定给了我一个请示汇报。咱们都是老党员，都是领导干部，哪有县委向书记处书记汇报的？哎呀，你们的苦衷我知道，所以啊，我在上面写了两条意见。第一条，尉迟村的三条决定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由我负责任。二，事实证明，尉迟的三条决定对调整生产的结构、稳定群众的情绪是有效的。我建议在全县的三纲会上加以推广，以解决啊老百姓在生产上、生活上面临的实际困难。
心不静，心不静，火车点不着，我看就这么定了吧。赵书记，你吃饭。好。哎，赵书记，您到这小赵吃。哎呀，大赵小赵不都是个吃？啊，赵书记，哎，来来来，坐下吃。来来，赵书记，哎，你坐哪儿啊？我坐这里。好啊，坐。好嘞。赵书记，哎，明天下午呀，嗯，咱县团委啊想组织一个文艺跃进大会，想请您去讲讲。嗯，讲个什么？讲讲文艺大跃进。嗯，啊？这讲不清楚，那就讲一讲写作经验。咱们这里边好多人才，好多这个文艺骨干。嗯，好，写作经验我就讲，那就明天下午3点，文化馆。好，嗯，县团委的工作我是要支持的。谢谢赵书记，写作经验我是可以讲讲的。谢谢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阳城县青年文艺跃进大会请来了中共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，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。现在请赵书记讲话。大家这么欢迎我，我很感动。发言前呀，我想先给大家讨论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今天咱们大会的主题：文艺跃进。怎么个跃进法啊？我听说还要给同志们定下指标，定下任务。一个人要写多少多少诗，要写多少多少小说。这个跃进的办法我不赞成。为啥？任何一个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磨练，通过自身的感受和感悟，经过提炼升华而写出来的。有一些历史上留下来的很著名的作品呢，作者们甚至用了自己的一生的心血来打磨它。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是一个专业作家了，此时此刻我也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敢说啊，我一年就能够写出一本好书。诗我更不敢碰，那是啥呀？那是语言的精华呀。怎么能说一个人一晚上就能写出几十首诗来？吹牛不怕犯罪啊。我们还年轻啊，千万要牢记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，千万不能养成这种吹牛夸口。赵书记，这个吹牛夸口的坏毛病啊。李书记，下午那个会还开不开啊？怎么开？
有老赵在。老赵不在，我安排团委书记啊，拉着他去做写作经验的报告去了。哦，怕神不如敬神，那就开会吧。我记得宋代啊，那有一个县官，没什么创作天才，哎，可他还偏偏爱堆砌词语，啊，拼凑几句诗，附庸风雅。有一次，哎，他凑了四句，很得意的呀，就念给大家听。一个孤僧独自归，关门闭户掩柴扉，半夜三更子时分，杜鹃谢报啼子归。说了个啥呀？这个所谓啊，孤僧，他就是一个呀，独自他也是一个呀，闭户就是关门，掩柴扉还是关门，三更谁不知道是半夜呀？子时也是半夜呀。谢报就是杜鹃，杜鹃还有一个名叫子规，所以啊，这首诗等于说了个和尚和尚和尚归，关门关门关门飞，半夜半夜半夜里，子规子规叫子规，废话一堆。所以我说呀，文艺创作不能定任务，更不能定指标。文艺创作要有感而发。你先坐一会儿啊。我给你叫他去啊。老赵，您快坐。嗯，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到前面看看啊。好，我刚才还跟程团长说呢，不用去找你，你肯定会来团里的。啊，来了就得批评你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怎么了？和老吴又闹脾气了？说转身就走了，统共在家没待几分钟。闹得老吴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来诉苦，说是在唱天河配呢，牛郎天天吃挂面呢。哎，您不知道他那个人啊，属鳖的，见点风头就缩脖子，没个大丈夫样。不是，我不可是跟你说过了吗，搞理论的在政治上是要谨慎一些，那算不了不仁义。哎呀，这个夫妻之间有分歧啊，应该互相交流，求同存异，互相宽容嘛。两个人的感情应该两个人来维护，老闹这个小性子，时间长了伤感情啊。该回去看看就回去看看啊。嗯，好吧。你看看，人家托我给你带的东西，他带的，带了一个一件大衣啊，很不错的大衣，还有一个庞大海。拍什么戏去了？啊，闺中园。这次你没上主角，
总得给新人一个机会呀。哦，接这个行吗？行。哎，还有这个啊，这多喜庆啊！这个呀，哟，这是什么呀？小人种地。别叠一块儿，没干的。来，这是你们家的。赶紧接上，好，这是不错，认字不认字也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你们这娃娃，好好。写对联的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嗯，这么窄，没钱，凑合去。天儿给你们送去，好，行。你真是大好人。哎呀，谢谢了，挺热闹的嘛啊！哟，哥来，哥来了啊！老赵，县里来通知了，年三十开三干会，小队以上干部都参加。这个我知道。县里还通知了，说你要忙于写作，就不用去了。啊，我不忙，我要去了。哎，那就这。嗯，哎，你这一肚子墨水，给我编两句词儿。也给我写一对啊！那我走了。行，好，走了。好，同志们，现在请吕书记做大会总结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不平凡的一年即将过去了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。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棉花亩产超千斤，粮食亩产超一万，工农总产值翻一番，争取全国夺状元。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，县委决定召开这次会议，布置落实春耕生产的计划。下面第一项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啊，县委要求正月初一，也就是明天啊，全县农村立即投入生产啊，过一个不平凡的革命的春节。要求每个劳力每天要刨一角庄子六亩啊。这个指标不实际，咱们会后再研究啊。下面第二项投肥积肥，县委要求每个生产队每亩地最少投肥300担。不实际。安静，安静。每亩地啊，大概投肥在30-40担，你就翻一翻，60担足以了。安静，安静。下面第三项啊，为了保证完成全县粮食总产值5亿3000万斤的任务啊，县委决定今年全县一律播种金黄后啊，就是玉角，一律不准种谷子，谷子的产量太低啊。你不种谷子是够吃什么？这同时啊，县委要求一律密植，每亩地要下种子150斤。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么种地的。我们就是要打破常规，敢想敢干嘛啊？你说怎么说？敢想敢干，我不反对。可我们也要契合实际，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我看那就是瞎想瞎干。赵书记说的对了嘞，有道理啊！赵书记说的有道理啊！
事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和老赵单独谈一谈。书记，抽个烟吧。那这两天也咳嗽。老赵，我承认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我们也不是傻子呀，咱们都是做基层工作，谁还不知道一亩地有多大的潜力吗？哎，可是现在都是这个做法。我们是做七品官的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也不想把指标定得过高，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。你想想，现在上面一遍一遍的催，眼看着别的县的计划哗哗都定出来了，咱们阳城县多会儿落后过？可现在今年的指标一直定不下来。老赵，一是左一个不实际，右一个不实际，我们实在没法向上级交代呀。我们是应该考虑怎么向上面交代，我们更应该考虑怎么向下面交代。指标好定，定得高高的，你是打不下这么多粮食，你不是苦了人民群众啊？老赵，你可以跟我这么说，人家上面不跟你讲这个呀。人家拿素质说话，拿任务说话，咱们指标定低了，交不了账。老赵，咱们都是做基层工作的，你也体谅体谅咱们的难处。你说，这样吧，你们把计划定得实际一点。交账的问题，我去找地委领导谈。王老同志，刚才我和你说了，张书记今天开会不在办公室，那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呀？张书记走的时候留有话，今天常委会研究重要问题，任何人不能打扰。我不打扰，那就麻烦你，开完会等他出来见上他呀，你就告诉他我有些事情要找他谈，可不可以？那我试试吧。嘿，王书记啊，赵书记非见你不可。这个老赵就是人死理儿。张书记啊，您是我的领导，可是人家是人大代表啊，对政府有监督的权利，您说我到底该听谁的？这样吧，正好我要到省里去开会，我带他一块儿去，啊，干嘛？领圣旨去？王中清、史继言，他们都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让他们出面疏通一下，比咱们顶事儿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咱们分配的新房子，这就是咱们的新居。
参观一下。真漂亮啊！怎么样？嗯，看看这件，这是卧室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这是领导对我的鼓励。我自从编写那个乐进歌谣啊，引起了社会上广泛注意。是吗？看看这边，不断有外国记者来采访我。这件是？这件还没收拾好。你真来来来，这边。这厨房吧？对，厨房挺大的吧？啊，真不小。秘书长，王社长，老赵来了。老赵，哎呀，老赵啊，这回算你够朋友，能给我们个机会，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。好，好，好，行行行。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呀，见一次真不容易，都忙啊啊！虽然你们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在一块吃饭也少啊。是我先声明，吃了这个饭，我的嘴也不软，该说啥我还说啥。老赵，既然你把话提到这儿，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，问题是问题，但是作为一个党员、党的干部，必须按照党的原则来办事。省委希望你能积极配合党的基层组织工作。好了，大家都饿了，来来来，吃吧，来来吃吃吃吃吃，吃吧。好，来，我吃了这个饭，嘴也不软了。好，哎，我声明一下啊，今天这顿饭呢，是我跟王社长掏的腰包，不算搞什么特殊化啊。来，去坐去吧。谢谢。哎呀，给老赵接风。来，嗯，这是什么呀？老吴啊，啊，老赵又被批评了。哎，有一个年轻的评论家写了一篇批判老赵这个锻炼锻炼这个文章，让我给提提意见。那你什么意见啊？我提什么意见啊？文责自负啊。哎，有点歪。哎，好，那我来看看。你看看，重啊，鹏程万里啊，稍微往左点。好啊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最近理论界啊，提出一个口号，要大写英雄主义。哎，你现在看看老赵写那些东西，什么小腿疼啊、糊涂涂啊、铁算盘呀，都是些小人物，缺乏时代感。我到时候得跟老赵说一下，这是个信号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搞评论的真是的，人家在底下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知道发了多少愁，你们可倒好。关在书房里，这上下嘴唇子一动，那什么歪曲现实啊，为落后人物立传呢？你们知道什么是现实啊？说的真轻巧。哎呦，我们的小爱乐成了评论家了啊！本来就是嘛。哎呀，好，来，谢谢。嗯，老王，我说你个什么？官儿当大了，和老百姓的距离拉大了，根本不知道老百姓现在的真实状况，那是想当然嘛。也许啊，你说的对。来，老赵，喝酒。话不投机，不跟你喝。好好好，就算我官僚，张勋同志总是从基层上来的吧。你总该和他喝杯酒吧。来来来，老赵，干一杯。恕我直言，张欣同志深入的也不够。哎呀，老赵，虽然我深入的不够，但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啊，我都看到了。而且据我了解，王省长了解的呀，比我们一点不差。是？哪里哪里，官僚主义还能了解那么多东西？行了行了，
老赵呢是个老实人啊，咱们就别跟他绕圈子了。哎，老赵，我跟你交个实底啊，咱们省委呢已经发现了全省普遍存在着浮夸风，已经整理了材料，向上级做了汇报。杯酒，喝酒，划，好，来来来，干，干。哎呀，其实啊，老赵，你反映的问题是全局性的，这一点许多党员和干部的内心是清楚的，但是有些意见只能在党的会上去说，这是原则。所以我说不能老跑调。你可比我滑。哎，严重了啊！那就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允许的条件下，把损失减少到最少最少。说得好，张青啊，我看老赵的办法是个好办法，你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，搞一个试点？将来呢？也可以为上面政策提供一些依据。哎呀，这怎么个开法？能不能给我一个公社，我弄块试验田？这好啊，啊！哎呀，不过一个公社人多事多，影响太大。清早起出门来，屁股朝后，喝着饭，顶着土，脸朝前走，自古来吃小米不如吃肉，双脚走顶不上七个绳。